严姐交代这么点事儿，你都办不好。哥，是刘岩组的人。你怕他们说你闲话呀？什么事？我那个手机没电了，现在急着借用你的手机打电话。凌晨3点。 不起来，岔气了，我岔气了。哥，我发现了一件大事儿。什么事儿？我刚才照镜子的时候，发现我自己长得也太帅了。 滚！嗯，平安和煦，谁这么飞出来？林婉，什么声音？有蚊子。哦，哎，赶紧走，我要睡觉了。哥。 我感觉你对这个林婉又有一只蚊子。哦，这个林婉是不是当时？你要是这么喜欢过时差生活，就赶紧回你纽约去。别，我好不容易脱离了老陆的掌控，走了。哦，对了，哥。 小时候见义勇为的事儿了。当然，这是我众多英雄事迹中。喂。哦，知道了。怎么了？林婉的卡上没钱了。这里面是我攒的12万，反正陆续那边也没催我，先拿去用吧。可是也不知道林婉什么时候才能醒。哎，你这点钱也撑不了多久。 算了算了，总部看一部，至少把这个综艺拍完，我们还有尾款可以拿到。哦，对了，你赶紧起来化妆吧，待会儿我们还有一个赞助商的口播要拍。好，我现在就去。你这桌面什么东西啊？乱七八糟的。这是我之前忙活6个月促成的收容站，你看这个。拜托大小姐。 你现在是林婉，不是林晨了，是一个艺人，不再是兽医，一定要谨慎谨慎再谨慎。要来不及了，待会儿我要去医院，你自己今天小心一点啊。这几件衣服挑一下。知道了。行了，白白水口播5场一进。
让你假装打电话，不是用假电话啊！两位老师，我们一会儿调整一下剧本，一会儿再拍，你们先休息。就你这样的还想当艺人，趁早退圈吧。行，这话没法回。你不觉得难喝吗？当然难喝，跟馊了一样。王总，我们是在拍你的白白水，这边请。是啊，这玩意儿那么难喝，还说能美白，这种剂量添加根本起不到美白作用。这样你都能睁着眼睛说瞎话，我真佩服。少说废话了，今晚就要第一轮换 CP， 我可以让你留下来，但是你不准选陆逊。不可能的，我可是要跟他带回本的。白白水口播五炒二进二次，一杯白白水，好喝又变美。这玩意儿那么难喝，还说能美白？这种剂量添加根本起不到美白作用。这样你都能睁着眼睛说瞎话，我真佩服。好，王总，您消消气。你们节目当众诋毁我们的产品，有没有把我们放在眼里？对不起，王总，林小姐确实没有故意诋毁你们品牌的意思。什么也别说了，让她退出节目，否则我就撤资。要不然这件事情我们就公开。你们节目怎么能请这种没有素质的艺人呢？王总，刚刚确实是我不对，但这跟节目组无关，并且我也不会退出。我正式向你道歉。你道歉有什么用？那么多人都听见了你说的话，这个损失我们怎么挽回？道个歉就能解决吗？你必须退出节目，要不我们就在网上公开，让大家来评评理。公开的话，那不是所有网友都知道你的产品了。二是，这是我们的节目所在赞助商 SW 集团的路径。